美国加州的州长哈到这个中国大陆访问了。亮哥，我们看到他第一站是到香港，那么随即到广东，还去了深圳啊，还做了比亚迪。哎，这个当然了，在这次他要谈的很多啊，那相关的一些合作，虽然说是被骂翻了，但还是要这个跟中国大陆呢要加深这个相关的合作。到深圳去的时候呢，他还试乘比亚迪电动车，他还向媒体表示他还想买两辆啊。好，那我们看到，当然呢，这个中国大陆啊，复旦大学的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说，加州很久前就已经开始规划高铁，没能落地。这次纽森会搭高铁从江苏省到上海去，可能还要借机参考学习一番。所以这次纽森的这个访华行，我们看到大陆方面也表示肯定，甚至是相当的欢迎。加州本来就，那它是第七大经济国，哎。不是国家了，加州，哎，本来中国大陆本来就乐见加州州长来，有钱呢。我觉得这个政治味倒不浓啊，因为他要竞争民主党的职位不容易了，因为他上次被罢免了，那上次支持罢免的人将近36%，是是，那他自己也出了一些事了，就是早年的绯闻被人家逮到啊，这个。因为我记忆力比较好，都会记得这些坏事。不过就是加州，他当然就是来中国看高铁，他会非常有感觉嘛。你不想想加州那个高铁盖成什么样子？很听痛，对不对？高铁吗？不，他那个不是高铁，那个已经叫复兴号了。对，就是动车，就是反正你经过的地方都要停嘛。对，你就是有那种各地每一个 county 都要求要有个站。这种民主啊，你就民主就有这个问题啊。你这样讲的让我觉得像区间车。所以我不是跟你讲复兴号，复兴号，我们当初那个我们那个捷运要拉到机场，桃园碰到类似的问题啊。对对对，每个地方都要求设站嘛。对，是啊。所以是有点类似啦，然后它还有这个联邦跟州的预算问题啦，然后还有环保争议啦，还有土地征收问题，反正就是乱七八糟啦。对，后来那个计划就放弃了。是啊，所以这次能够带出什么样的？你看啊，人家这个大陆的这个《环球时报》肯定到说是什么中美的和平啊，所以他如果真的，我现在的氛围是都在讲好话了。哦，对啦，一定要肯定。你没看美国禁止人工智能的出口，中国大陆也没有回骂很多天呐、啊，对不对？那结果反而是王毅先去，哎，何立峰怎么没去啊？对，为什么？啊？为什么？不，我觉得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看到有一些区域的形势真的需要讨论嘛，哎，比如说这个以巴的、俄乌的，对不对？对。那还有军方的沟通管道要不要建重建？那因为现在李尚福不在了嘛。就没有美国那个制裁问题了嘛？对。那美国最近在南海叫菲律宾一下闹仁爱礁，一下闹黄岩岛，大概也是要凸显军方接触的必要嘛。所以我认为，给我的感觉啦，就是中国大陆已经没有期待那么多了啦。啊，可是这个紧急情势，两大国又必须讨论。所以王毅还是去了。啊，是。不过现在刚刚讲哈，这个信任很重要。现在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呢是又爱又恨哈，那可是呢，我们来看看爱沙尼亚这个国家，请教一下赖老师，爱沙尼亚针对波罗的海的通讯电缆受损了，他是找谁帮忙？他找中国帮忙了，请中国帮忙查一查。好，芬兰这个连接邻国爱沙尼亚天然气管道跟通讯电缆受到蓄意的破坏，外交部发言人说。这个爱沙尼亚的发言人说，他们希望鼓励调查所需的任何合作，但没有跟俄罗斯联系，没必要，所以不会找俄罗斯，但是一定要找中国来协助，这是为什么？那中国的协助真能帮得上忙吗？他们刚开始的时候啊，那么有一些媒体就故意传言说是中国大陆破坏的，说中国大陆的货柜船破坏的那个地方，那大陆忙第一时间说我们的货柜船为什么要去破坏你们的这个海底电缆？哎，那也提不出证据，动机不成立，动机不成立。接着呢，他们就说，哎，希望中国大陆能协助来调查，啊，这个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对对，我个人是觉得，因为他们要找俄罗斯来帮忙的时候，俄罗斯是不愿意，
但是在海底深蓝的这种探测里面呢、啊，那我觉得二方面呢、啊，就是说如果那个电缆真的是货柜轮有掉下去或是怎么样造成的一些损害或是破坏，那要查的是那个货柜轮到底是谁的货柜嘛？对。那在这个部分里面，就是说你要去确证实谁那是谁的。那这个部分他们请中国大陆来协助调查，我觉得可以啊。不过中国大陆对这个部分里面是要先看对方的动机到底在哪里，因为目前来讲还是罗生门嘛。而且中国大陆有能力是铺海底电缆，有能力铺，它算是少数可以有这个能力的国家之一。那是因为没有几个国家能铺海底电缆嘛。是啊，是啊。那为什么不找美国来调查？对啊，爱沙尼亚不是应该啊？对，他应该找美国来调查。对啊，友好嘛。对啊，对啊。那要不就是你整个爱沙尼亚的那个那些海域由华为来帮你们做海底电缆嘛？或者由华为来帮你们修复嘛，那这个就可以谈一谈嘛。找美国来 是增加麻烦，美国一定借机做题目，弄个假结果。你结果爱沙尼亚又去跟人家去搞，是说俄罗斯弄的，白俄罗斯弄的，对不对？对。他当然这个事他不想搞大了，对不对？找一个比较可信的，可信的，是。所以就美国不可信吗？你看之前北溪二号事情，还让大家觉得美国一定会在里面做手脚吗？你像北溪，美国会承认吗？对不对？他还借这个机会去摘人家的章。那爱沙尼亚不想把这个事情闹得自己都没办法解决嘛？是不是？对不对？如果是中国货柜掉出来船，中国一定会赔吧？对啊，对不对？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啊，所以要分享给大家，那就是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因为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而且呢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非常的强大。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而您知道吗？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选择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也记得输入推荐码，有额外的折扣哦。